些糖果，第一天妹妹吃掉全部的二分之一，以此类推到99天，剩下两颗糖果。请问原本有几颗？而家长们大傻眼，连大学生都答不出来。但老师却有神解答。 学期结束，迎新年，但有家长哀怨的抛出小六孩子的数学考题，乐乐等的拷问，说罐子里有一些糖果，第一天妹妹吃掉全部的二分之一，第二天吃掉第一天剩下的三分之一，以此类推，到了第98天、第99天吃掉了前一天剩下的1/2，这时剩下两颗糖果，请问原本有几颗糖？六年级的家长学生用力看了10分钟，全部傻住。6年级，你6年级会多少颗？ 不知道，已经断掉了，很难啊，这考逻辑吗？3、4，对，绕口令，太难了啊，循环下去太难了。就连大学生都说，小六数学考这种太超过。我看到那么多分数，我已经先下课了，太难了。你需要有次方的概念，我觉得 TCT 太难了。我是这个小妹妹的家长的话，不会就算了，因为她爸也不会。<笑>还有答不出的家长，当场恼怒，痛骂这题的概念大错特错。这个就是骗人的题目嘛，小朋友吃那么多糖，到最后妹妹肯定会蛀牙。 数学老师大解题说，这跟大学生说的次方没有关系，这是在考阅读能力跟除法分数。那他100分之一，就是因为他剩2颗，所以那个1等分就是只剩的那2颗啊。哈啊，所以呢，全部分乘100等分，所以我就2乘以100就是原本有200颗。阅读跟他的解题思维能力，网友笑说，看到这题目简直快吐了，这是在考文言文吗？谁管你吃几颗糖，我只管最后自己掉几颗牙。不知道是现在小学竞争实在太激烈，还是老师用心良苦出的题目，连大学生还有家长通通看不懂。记者杨杰王。